你这一条片如果真的要破万赞的话，我帮你补齐另外一边，你再去找一台本田的型格 BOSS 龙来 PK 啦。真男人谭靖堂，我小孩都有了，好不好？我已经帮他装好另外一边了，但是他也真的去借了一台广本的型格，上面有 BOSS 的。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下 PK 给大家看。我右边耳朵快坏了，真的吗？因为上次装了个左边，我右边耳朵。搞不了啊！谁叫你站不够，这次终于集够站了，所以帮你弄好了哈。我们现在我们就来 PK 看看啊，最高配卡片钥匙。其实我老实讲啊，本田我一直都觉得没什么质感，但是这个钥匙确实让我觉得挺有质感的。好了，上车试一下。你会不会听了这个 BOSS 觉得很好，但是你又不会说好呢？我这个人公正独立第三方，好不好？会不会到最后还是老谢牌好嘞？这个型格的 BOSS 啊，我说真的，我真没想到在思域车上听到有史以来最好的本田型格。是型格，思域没有 BOSS 了，广本型格上面听到最好的音响啊！没想到我第一次在本田上面听到这么好的音响，居然在一个这个 A 级车，大陆叫 A 级车。我觉得大家不关注这个，现在大家关注一个事情，你的好听还是他的好听？我的还没有试，其实你这几天跑过嘛？你这几天跑过嘛？但是我们摸着良心说了啊，就说这台车真的是目前我听过这么多台本田最好的，真的，我可以很自信讲这句话，这个人从来不说哇。我刚听完之后，我在听的时候，我还在边跟我朋友在那边聊天，我说哇，这个 BOSS 真的用上去怎么差这么多？这套 BOSS 真的好，这套 BOSS 我问了一下是日本人做基底，然后我们中国 BOSS 团队在稍微有做一些细调了，所以其实蛮符合我们中国人口味，所以哇，这一套真的是做的是真的是不错的，它真的是低音有那种相对澎湃的感觉，当然没有很沉，但是低音是那种很澎湃，然后最主要是它中高频的包围感很好，你看我们在试有没有，它那个包围感真的很好。但是我用安卓手机听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怎么样？你上次 我跟你说是这样子的，我当时还发了个微博，我说这个 BOSS 听起来也不 BOSS 啊，就是但我跟你讲，这只是很常常有人会遇到的问题，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像我是用安卓的，像阿唐这种不爱国的哈，就是用苹果的，你真的给我挂了，对，用苹果的，然后苹果的解码跟安卓的解码是不一样的，因为苹果走的是那个。AAC 解码，然后我这个走的是一般的这种蓝牙的解码，所以不太一样。那它这个里面的芯片，它解码的频率也不一样，所以就会造成音质不一样了。所以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还是用国产手机了，好不好？不要再用苹果了，像我一样爱用小米，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觉得这只手机不好听的话，你可以换一个苹果或者是换一个安卓的对调试试看。当然，理论上最好音质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内置的这个什么 QQ 音乐啦。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调教啦，它这个调教也挺简单的。来这边音质调整，这個、中高低音大概就像我这样子调啦、好不好？这个就很简单的。我只有我没有。人家是 BOSS， 好不好？然后这个好多，重点是它这个什么音频区。调全车啦，因为这个全部我都试过，其实它没有特别好。它这个调了全车之后好很多，它整个环绕感非常好。最最重要是这个环绕声一定要打开。对，刚刚听了，刚刚我们在那边试真的是差蛮多的。哇，真的，它这个环绕声整个包围感、氛围感很好。哇，反正我跟你讲，这套真的以前都说本田只能听 VTEC 的声音，现在终于可以听 BOSS 的声音了。我觉得你是应该听一下我那两个喇叭的那时候。不，我并不想伤害我的耳朵，好不好？真的这套真的我超乎我想象的好，因为我跟你讲，我讲这句话是有点不好啦，但是我跟你讲，我听日本 BOSS 没有一台好了，没想到这台做的这个好像全都供应商是中国的，中国制的一个 BOSS 喇叭。不，你不能说中国制，我在这边跟分享一件事，全世界最强的音频工程师就在中国，为什么？因为很国外他们真正做音响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们中国这20年来做代工，然后把
帮忙做各式各样的音响，其实中最厉害的音频工程师全部都在中国，包括代工产业，因为我们产业链太齐全了。嗯，但是真正一流的音频工程师去做什么呢？都不是做这种传统扬声器，去做这个啦，做手机里面的喇叭。哦，你想想，在这么小的喇叭里面要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是不容易的。哦，所以现在哪里代工的已经不重要，重要是他调音的人了。Okay，像这一套我就觉得是因为有那个中国 BOSS 团队，然后再来跟本田做对接，所以调出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声音，这套真的是做的挺不错的。那我补充一个问题，我到底要不要装这个中音？不要啊，因为这个它这个内建是有个 DSP 代工放的，所以它又把讯号截出来，然后做解码再送到这个中音去。但是你的主机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就像我上次跟你讲的，左正右负。就是左声道，好不好？不要浪费，不要浪费钱，浪费时间了，好不好？啊，你的木耳听不出来，不用浪费时间了啊！走走走，去看听一下我早泄拍喇叭。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他们 QQ 音乐，换一下 QQ 音乐试一下。啊？他 QQ 音乐有没有？没有。哇，啊，所有应用啊，好了，不用听太久了，这个瞬间就有结果了啊，有结果了。其实不能说改了这个早泄牌喇叭不好了，只能说 BOSS 做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一套喇叭目前啊，以我改过可能上千台了吧，我觉得你这一套主机大概发挥不到它10%的功力。我问题啊，不是你问题，是本田的问题。不是，其实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是有点取巧的办法啦，就是因为它这台主机其实本田为了节省，我不知道是为了节省成本还是怕你接后面的喇叭，所以其实它这一组输出就是前面啦。对，然后我尝试着把它那一组输出直接接了6颗喇叭，那确实感觉得出来它的阻抗过低了，因为我这个原厂是4欧姆喇叭嘛，那你变成并联之后变成2欧姆输出，那总谐波失真有一点升高，所以相对来讲你不能说它不好，当然比原厂好很多啦，对对对，比原厂好太多，但是就说我觉得这套主机如果你真的要发挥这个喇叭完全的这个力量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升级主机是一条路啦。其实我是反对人家加功放的，为什么？其实加了功放不会更好。我觉得你这台车是真的是特例，因为你这一组输出而已。正常的汽车主机都有4组输出啊，它有前后嘛。那其实我接了那么多车，前后只要有前后的主机，99%都推得动。因为你不要一直看什么1000瓦，在车上啊，你像我们刚刚聆听那个音量，可能都没有超过5瓦啊。因为事实上我们在车上聆听到的音量，其实是相对低的，因为一个喇叭可以输出91 dB，对不对？假设啦，它在1米1瓦的时候，其实说难听的，我们在车上，我现在这样讲话，大概也就是95到98 dB左右。这么大声的你，所以基本上功率都是够用了。所以我也在那边也要撇除一些迷思，不要每次都说啊，我什么功率不够用，除非像阿唐买到这个很可怜的，只有一组输出的啊，这种衰人。这两台车还是有一点差别，就这个听起来比较像小品，然后比较像。他的声音比较像清纯少女这种感觉啦，哦，就说真的，就相对来比较清脆一点。那 BOSS 就是那种已经久经这个世界，真的很厚，对，很厚。然后就是，他就说难听，他就是已经很有经验的女性了。是阿唐是最了解了，阿唐是最了解了，对对对，我这话接不了，就玩过的女人要找伤透了。BOSS 的喇叭有点像伤透的女人。找蟹牌喇叭就比较像初出茅庐的小女孩啊，这样比喻你懂不懂？你蛮懂，我不懂，你应该很懂，不要装了。所以不是我的东西不好啦，是他的真的做的是太好了。而且老实讲，这个老实说，你改的时候费很多功夫，因为之前那个视频有人问过他是不是说这些 A 柱有预留位，然后后面喇叭，我跟你说，我猜的，所以我知道这个线后面是完全没有的。有些人还说 B 柱有线，这个是没有的，然后 A 柱上面也是没有线的，所以你要改的话很大工程。对啦，所以如果还是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原厂有高配音响，你就去买高配音响就好了。真的，你光这样折腾再来，还好阿唐是在广州认识我，然后我有认识靠谱的技师，然后帮他装啊。如果说难听的，你自己出去乱装，装的哩哩啦啦，其实你是很痛苦的啦。所以我为什么做这个喇叭，但我从来没有推荐人家去改，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大家去改完之后，改完是一堆烦恼啦。对啊，我那台萨博折磨我太久了，每次改完我都觉得，哦，干嘛真的是怎么好像又有问题怎样的哈。
later 我先问个问题、哦、就是我上次说好了一万赞你给我装两边，但是我上次第一条是有现在有七千，那我现在是一万七千，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补偿？为什么给你补？你们要我洗脸洗一半、哦、第二不是那你是不是第二条一万，所以帮你补齐好不好？但是说真的我是觉得今天这个 PK 啊，我们输就输了、啊，就是真的是，因为真的不是我喇叭的问题，真的是、這個、我主机问题，真的真的我真的，所以我们下一次，要不然这样子，破一万赞帮你换一台主机，好。主机我是想要了、主机不过你这个车我跟你讲，我问过啊，我要换主机啊、不这个车还没有出主机了，我觉得你这有办法，有办法的，有办法的，有办法的，哎、给我摁够我就换主机、应该短时间。短时间应该不会出吧？你摁够一万，我就有办法短时间出。啊、我帮你找到在哪里买。啊，无论如何，我觉得真的，我这次没想到在这个行格啊，本来想说思域，在广本行格的车上听到这个本田最好的声音啊。说真的，我真的听了这么多台本田，从包括我自己开那个 EG 啊，我都没听过这么好的声音啊。真的这一套。我 EG 是我自己改的嘛，EG 是我自己改的嘛，因为它确实那时候 EG 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做隔音，那是我妈的车嘛，我就随便帮她装一下，确实这一套本田是我目前听过真的是最好的啦，所以啊，大家这真的不是商配啦，我拿这些东西出来，他妈的 PK 输了，我这个人愿赌服输，我也不会说我自己，刚刚阿俊还在说我是公正独立第三方啊，真的，我个性就这样，输就输了，但我们还是可以赢他的，有机会了。不过老实说了、老谢这一套其实装了之后，我感觉好了很多。那当然不是，你不要拿原厂两字跟我比，你这是种侮辱，你知道吗？就像我刚刚在车上讲，我不说话了，不是，我刚刚在车上讲，我说哦，这本田很好，然后我跟我朋友，因为我朋友有一台这个嘛，他说他觉得还好啊，我说啊，可能是因为本田说把标准降低了，有没有？大家对本田的音响都没什么期待的，啊，就这样子了。我要换主机，快点给我一万赞，我要换主机，反正不用我钱，老谢给钱。